跟你说多少次我们在台湾，你不要再自以为是韩国人了。听说你自以为是韩国人，爱唱韩文歌，你这样对吗？你对得起你住在这里的子民吗？子民，素颜这边好吗？自己唱山地歌，哦、不是山地歌，自己唱母语歌。像我就像台湾张惠妹天后的歌，是不是？跟我一起疯，唱什么 Heartbreaker？ 我就看你心是有多碎，太让我失望。对小叶来说，跳舞当然是难不倒他。而在记熟了舞步后，小叶立刻换上高跟鞋，让自己适应正式演出时的高度。我记得以前比赛的时候，高度大概这样，现在高度是14公分这样。但其实有一点怕怕的嘛，就是本来习惯穿这个，感觉特别不一样，然后穿你这个鞋是一个挑战，有点紧张，而且有一些其实舞蹈部分是旋转。所以我必须要站稳站直，再加上韦迪本身穿高跟鞋走路的外搭，所以我必须注重一下我的形象。对，所以加油，希望我可以一个有这个很有女性化的高级风的一个表现。这一战，卓安老师认为他们表现如何？很感动啊，很难决定哦，因为我觉得两位唱的都不输原唱者，尤其是 G Dragon 是现在韩国最红的团体哦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唱出自己的风格，真的很棒。嗯，好，康康老师觉得呢？选这个韩国歌曲是对的啊，因为真的听不懂啊。但是那个就我自己当评审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对这个小叶也是要一样，也就不要去注意到他的就是咬字或者是唱法，因为这样就变成要听是听那个气氛，还有那个当场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小叶这边好像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唱那个第一句那个低音让你感动那里，你那个低到我真的听不到你的声音。那个要注意一下，快歌可能就是还是虽然唱歌，但是还是要让观众听得到这样子。了解，我们一位一位投票，从子红老师开始。子红老师，你投给红队小叶一票。好，卓安老师，你投给红队小叶两票。康康老师，你投给蓝队。
好，奥巴马一票了，志炫老师啊，也是蓝队，2-2了，为什么？我特别讲一下，因为我觉得通常大家快歌有几种方式，有的人是配合 dancer， 然后你出来简单的动作创造气氛，可以这样唱没有问题。可是我觉得我要鼓励赖声恩的，就是说他的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最值得鼓励是他没有去取巧，也就是说他在唱的部分。在舞蹈的部分，一丝一毫都没有减。好，那目前为止是平手啦，啊，两位2-2，这样一个阶段要交给袁惟仁老师来当最后的评审，实在是有欠公允的感觉。除非啊，这个就是袁惟仁老师起来跳一段舞，好，到底会是蓝队还是红队呢？请举牌，小胖老师。解放军张新杰对战竞争互不相让，这样一个阶段要交给袁惟仁老师来当最后的评审，实在是有欠公允的感觉。除非啊，这个就是袁惟仁老师起来跳一段舞，好，到底会是蓝队还是红队呢？请举牌，小胖老师。我同意志炫老师的话，其实这个声音这个的确有一定的难度。我只能就一个观看的人来做一个判断，就是阿妹的歌一定会更有一些认同感，这是没有办法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希望你明白。哦，两位是实力相当的啦，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，其实我一直没有问过你们问题，练舞对你们来说到底难不难，小叶？其实我只敢说，我就是有时候人家说啊，又听舞后，可是我就听了，我都觉得其实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敢说，我听到节奏我会很想动，但是我不敢说我非常会跳舞，就是天生那个节奏跟律动是有的，这个就很必要啦。像你刚刚在唱的时候，他在后面一直帮你这样抖肩膀，一直跳跳超用力，我很怕他肩膀会就是闪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呢？你练舞是不是浑然天成，不需要太多时间？也没有，还是要回家自己练啊。嗯，因为我。练歌跟练舞，可是搭起来的时候就会忘。对，那个太难啦，我们一般人平常人都做不到。而且那韩文你是怎么练的？我有那个在学韩文的朋友，然后也有自己做笔记这样写。两位真的是我觉得都很厉害的啦，实力相当，两位拥抱一下，舞王舞后，谢谢红队先生。舒适是应该的。毕竟你知道叶伟霆真的是走实力派路线，而且选了可能是选了一首韩文歌，可能志炫老师都说了他表现得真的很稳，还这样还比这样，我还是很多跳错的地方。有吗？各位观众有看到吗？我没有看到，我只知道我整个就是红队做我一个人非常的嗨，大家想说你到底是哪一队这样。其实你可以跑过来我们这边啊，偷偷的。很想，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舞步记起来了。他说 ，No way, No way。中场统计，红队接连两战获胜，接下来三组对抗，众家高手将接连上阵，蓝队能挽回劣势吗？